你日日嗰番山翻工，老婆话你咪咁懒啦，你唔换我都换啊。你话只不过一个款换咗你唔觉啫，心谂翻工已经够烦噶啦，唔系要人谂着乜着物先得噶，惨得过嗰啲瞓棺材房嘅，买多件衫都冇位啊。不过你又唔够胆讲，所以你就搬下简约主义大师出嚟，话咩少即系多。哎呀，佢仲话啲劲人，好似阿奥巴马都系着灰同蓝两只色，阿朱克伯格都系得嗰两款衫噶，佢哋可以日理万机，仲摁摁脚，咪就系冇花时间谂着咩咯。研究发现，一日做太多选择会好攰同埋打击意志力。喺一个冰水实验里面，嗰啲一日到黑好多选择嘅人，浸喺冰水嘅双手净系挨到28秒就放弃，反而冇选择疲累症嗰啲就挨到67秒咁多。下次老婆再闹鬼你嗰阵，你就同佢讲：真正嘅富豪一件衫就够，系唔会浪费时间谂着乜衫噶。同埋顺便话埋佢知，去学下啲 KOL 啦，衣柜摆10件衫就够噶啦。